形拳所锻炼的是龙的一种意和气，因此练习龙形拳不能拘于定格，要掌握到它的变化。龙形拳像枪，所谓枪明灵变化神龙，明就是要神清意清气清，力才能清，灵是指灵性，是一种感觉，便是指掌握六气之变，所谓元从龙，风从虎，能明能灵能化，最后才能练神为龙。周教练为本会三段教练，目前任职于桃园敏盛医院的急重症部门。周教练认为，在平日繁重的工作压力下，武术是一种能让自己身心灵放松的方法，值得我们融入生活里，协助生活的平衡。好，我们谢谢周教练。